市民呢都打先发，而且都排在前段棒次。不过杨代俊这个球，哎呦，不遑多让哦，有机会出去了啦！哎呦，首局他就炸裂。哦，我们看到三 nation 的手势非常明确，这是一发红不浪。哇，一开局就炸了一发两分炮。这球杨代俊也掌握得非常的好，在球速落后的同时，还可以将球掌握得这么好，击出左外野方向的全垒打，真的是具有 power 的一个好，非常优秀的一个打击手。嗯哼。